Hello， 亲爱的小伙伴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王者荣耀的排位重开机制，本意是为了杜绝玩家排位乱选英雄的现象，但现在更多人变成了故意捣乱，一旦没选到自己想玩的就重开，还有的看到我方一楼秒选不可靠的英雄也重开。那么在游戏中，哪些英雄被认为是不可靠的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。第一位，韩信，十个韩信九个坑，还有一个是神坑。这个梗可以说是很多玩家熟知的了，不是说韩信这个英雄本身不行，而是会玩的人实在太少了。玩韩信要会带节奏，快速发育，而且这个英雄太吃操作，不成神只能成鬼。第二位，守约，会玩的守约永远在对面，这大概是很多玩家共同的心声。守约这个英雄会玩的真的很强，一枪大半管血，但有些队友的随缘枪法实在让人担忧，毕竟一旦前期无法压制，后期开团压力就太大了。第三位，妲己，妲己作为长期的法师出场率前几名，最近却开始让队友们很头疼，一套秒不了人不说，团战还帮不上忙。说到底，并不是英雄操作简单就好，关键还得看玩家意识。那么各位小伙伴最怕队友秒选什么英雄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吐槽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，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。下期见，拜拜。